放在口袋了。他偷我的眼镜，因为我没有戴。放在口袋。因为我没有放回去，带到这边，他就拿走了。蛮好玩的。你学到什么啊？学到签字。签字怎样？要快、很准。他叫什么？我不会形容哎。他不是教你们什么踢什么的？对啊，那个踢啊，然后换的时候脚要踩在那个线上。做的比较好啊。有吗？那你有学会吗？有。有改掉你之前的那个样子吗？有。还在改。小一鸣来。还在改的当中。换你讲，学到什么？无所谓。什么？啊，是很难解释。学到那个主杀二垒。是，台湾的教练几乎都是教脚要快，然后学长教是手要先，然后再脚，因为脚先的话重心就好一点。啊，跟你学的之前不一样吗？那你觉得这样子投到二垒有比较快吗？我觉得都还好，只是会比较稳。比较稳是因为什么样的关系？就是手已经准备好了。脚还是手？手，因为通常都是脚线的话，手指在后面，重心就跑掉了。